青木林桃园慈济志工包诉讼，一呼百应，两天的时间就有150位婆婆妈妈们来帮忙。你着用甲厝火盆，咱要搁听听者。哦，唔通哦，做较要紧哦。你吼、哦，无做嘛是会疼，啊做嘛疼，啊所以还是爱听听做。我昨天就来学了，然后觉得越绑越有心得，所以想再来试试看。人多力量大，本来只规划包400颗，感恩消防人员的辛劳，马上有人发起义卖捐助做防疫基金，立刻增加到6000颗。脏又爱杀，爱洗，吼，阿哥吼，米洗爱整一缸，就爱宽料。然后呢，内底有辣子，有杏猴猴头菇、杏鲍菇，阿哥有素肉吼，啊，咱就是要让大家人吃到足欢喜的。有民众是特地来请购，也有志工是专程要送到邻里与左邻右舍结好缘。我们送6颗素粽，祝福大家66大顺。真关心阮遮的厝边隔壁啊，这个端午节搁送真济物件来阮厝边啊。桃园消防局同样收到的不只是粽子，还有最真诚的心。羞羞的，我就觉得很棒，就你们真的很贴心，是送热的粽子。师兄师姐给我们的温暖啊，我想我们今后啊，对整个社会啊，应该会提供更多的服务，也做好更多的准备。有温度的关怀，彼此互助，继续为民服务。大爱新闻资深美志工谢秀丸、王运纯、庄秀花，桃园报道。